达到什么，到说为了实干，要煽风点火，我但顾着我，似鬼一般飘过，管不到太多，在压力爱到过，为了避免什么，也没有被发现过，我正悄在旁，只是那有算漏我，到我出手，犹如大雨在滂沱，日日像只鬼一般飘过，看了两眼回头行过，日日像只鬼一般张望，为何无人无人教我，日日像只有运浮游过，人人沉迷结果，人人没有奈何，恶斗恶，为何掩饰怕恶，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过，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未尽声有用么？看看我，就连鬼都怕我，放飞刀，为何天天要挡？谁人在背后捉弄我？谁人在背后要令我出错？如果你能够帮 Michael 如期完成这个 project 的话，你会额外有一笔花红，数目就是300万左右。三百万？满不满意？镇定，没镇定，要镇定，满意。那就要快了，预祝我们的 project 尽快成功。Yes. 3个月300万，3个月300万。哎，怎么这么巧啊？是啊，我们过去打个招呼吧。哎呀，没。这个世界上分为两种礼貌。第一种礼貌就是见到熟人就过去打招呼，而第二种礼貌呢，就是见到熟人又知道他有 privacy， 就特地不过去打招呼。我想，为了他们跟我们的 privacy 呢，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会选择第二种。手机讯号到不了那么远，我走得越远，手机的电就用得越快，所以走远点都不行。我能怎么做？还能怎么做？你怎么吃得这么快呀？这样很容易会胃痛的。但是我想赶快吃完回去工作，我数据还没算完，心里感觉不是很舒服。好啊，你还要回去啊？嗯，好吧好吧，我也猜到你会不放心了。那我们喝一杯餐后酒再回去，我特地帮你点的。嗯，不用了，我喝了两杯香槟了，我怕我会醉啊。只是墨西哥咖啡酒，你有没有喝过？很适合你喝的。咖啡酒？没有。那它是一种酒还是一种咖啡？你又说待会儿要回去加班，喝杯咖啡提提神不好吗？嗯，好好，麻烦你。谢谢谢谢。嗯，哇，这种墨西哥咖啡酒酒精浓度有30多度，麦克今晚别加班了。好、啊。
么样？是不是很好喝？好强啊！好强，那就再叫一杯啊！还喝？哎呀，整晚都要工作，不多喝一杯怎么撑得住啊？好，这只可恶的蜘蛛精，唐僧这次危险了。谢李先生。Michael， 好了，还是不要打扰他们了，我们走吧。Michael， 阿梅。不好意思，啊，他们看到我们了，看来我们还是用第一种礼貌吧。Hello， 这么巧啊 ，Michael。Hi Michael， 居然会遇到你们两个。我不小心踢到你的鞋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Excuse me， excuse me。不。Sorry。Hugo。我想我也多喝了一点点。你今天简直喝的太多了。是啊，我是喝了几杯酒，但是也没你喝的多。我没事，你不能喝就不要学别人喝那么多。我不能喝，这是说你很能喝了是吧？就是说你很清醒了，就是刚才桌上啊桌下发生的那些事你都知道，是你批准的。你看你醉得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现在送你回去。对呀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还有个 project 要赶呢。不好意思 ，Hugo、洛丽塔，我想我要先送她回去，你们慢慢聊啊。OK，Thank you， 妹，跟我一起 dinner。Me too， me too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哎，喂。你怎么会带那个妹来这儿啊？我纯粹是为公事，只是我不知道你是为了公事或者将公事忘得一干二净。公事什么意思？我怕你顾着吃唐僧的肉，弄得鞋都飞了，连取经都忘得一干二净，所以我就找来孙悟空喽。万一唐僧被你弄得连西天都不知道在哪儿，起码还有个孙悟空帮我取经嘛。Right， 没事的，我一定会扶着你。现在你扶我还是我扶你呀？你放心，我会安全的把你送回家的。你试着自己抱着吧。走都走不了，还说送我？你运气好，有我送你，要不然
那个 Hugo， 哼，魏一喜，我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会跟那个 Hugo 一起吃饭？不行啊，那 Hugo 是我的上司吗？那上司约下属吃饭，说有公事要谈，也很随便而已。随便？你看你穿成这样，哎呀，不用穿成这样吗？这肉都挤出来了，还特地回家换衣服，你已经重了。重什么？重什么啊？重什么？中招喽！就是你们这些，说的难听点，就叫无知少女啊！不对，就算是呢，也是中女。你遇到 Hugo 那种，完蛋。Hugo 那种 ，Hugo 哪种啊？哼，你呀，真的不要看他，人家是正式的女人杀手。大学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女人死在他手里啊！不过，他并不是属于色狼那个，是你们这些人自己一头栽进去，尤其是刚才那种场面的既高贵又风趣又有风度，怎么会不中招？幸好由我来救你。什么？你来救我？现在是我救你啊！喂，我们刚才那些是什么场面？有什么问题？你刚才才恐怖啊！醉酒、勾引、脱鞋，哇！被那只蜘蛛精吃了你都不知道。什么蜘蛛精啊？人家跟他又没什么。还没什么，他已经摆明了，摆明了想吃你了，你还傻傻的。我为了救你啊，害得我都要装醉了。本来人家整晚很高贵的嘛。喂，有车。天气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总之你听我说，以后不要再跟 Hugo 单独吃饭，不要再跟他单独见面，有什么事找我，我帮你顶下。你顶你个头啊你。喂，人家是公司的总经理，约我这个部门经理出来吃饭，说公司很注重我们的 project， 有什么不对？你知道你了，你是艺术家吗？拖人家的 project 都可以拖人家一年了。那我是公司管理层，有责任去追回原本的进度哦。喂，那个 project 上亿的，你以为开玩笑？那我认真的啊，这次你呀，加把劲儿，帮我尽快搞定它，不要再拖来拖去，我会盯着你。行了，大 project 是吧？你是经理吗？但是那个 Hugo 真的信不过，人家拖都拖了一年了。哦，是别三任真是整个人不一样了。司机先生，你哪位啊？妹，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？素能，怪不得之前没人跟我讨债了，哇，原来现在你发了。啊，当经理管理层，一个 project 就上亿了啊，真了不起。是啊，你真了不起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放心吧，我是个聪明人，不会乱说话的。毕竟我们也一场啊，跟你打个招呼而已。到了到了，是啊，到了，这里就是我家。哎，那100块不用找。哇，不会还给我算钱吧？我现在开 taxi OK 的，放心吧。啊，保持联络。好，保持联络。我好喜欢。哎呀，好热。那你先靠在这儿。好难过。不要动。为什么喝咖啡这么难过？你喝的不是咖啡啊，白痴！喝酒喝醉了。被人摆了一道，你都不知道。啊，好热！怎么样？我想吐。好想吐啊！那你不要动，不要动来动去。你先坐下。来，喝点水，会比较舒服的。谢谢。不用。哇！啊！好难过。怎么样？我吐不出来。吐不出来。我好难过，我不想吐。喂。不如你试着吐出来，会比较舒服的啊！阿梅，我不想吐，好难过。试着吐出来吧，
会比较舒服。阿梅，我好晕啊。你啊，你不要吵啊。哎呀，平时没喝醉酒没这么多话，一喝醉酒呢一直讲个不停，你好烦的、啊、去吐啊。好难过啊。好，吐得出来吗？吐不出来，我好难过啊。吐不出来就扣喉。哦，我不会。哎呀，嘿、哦、那把嘴张大、哦、伸一只手指张大，来戳喉咙。戳喉咙，戳。我不会啊。别咬手指。我不会啊。好、啊、把嘴张大。好、哦。行不行、哦，你运气好，阿梅。哎呀，你运气好，我救了你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还说我运气好，不知道谁的运气好啊！幸好你遇到我啊，要不然你还在蜘蛛洞里面挣扎呢。阿梅，阿梅，阿梅，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我安心，安心。还像个大宝宝似的，怪不得那个江荣啊，会照顾你十几年。我才不会像他那么笨，照顾你十几年。三个月，三个月，等我拿到300万，我还会去上班。别傻了，留给那个江荣照顾你。对呀、啊，江荣，他还以为你深陷虎穴呢。哎，我好忙啊。你知不知道你走了之后那个萝莉她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什么？那个萝莉她是吗？哎，还好我今晚约了人在一家餐厅吃饭，正好遇到他们两个人。哇，你不知道那个萝莉她有多 cheap 啊，光脚挑逗你那个 Michael，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好危险。那 Michael 有没有？没事啊，有我在啊。啊，你自己看吧，我特地挑好位置给你看的。而且我没关灯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怎么样，是不是看得很清楚啊？哎呀，谢谢你啊。不用客气。怎么了？我又穿错裙子？这条裙子也不能穿？不是，你喜欢穿就穿吧，反正我穿不到也没你穿的好看。说来说去啊，我只是一团脑电波。哎，你也别这么说。哎，这样其实也真的挺惨的，有好吃的吃不到，有好衣服穿不到，有好男人摸不到。哎呀，这样还有什么乐趣呢？啊，喂喂，我想到了，那以后呢，我可以找时间让你上身，然后穿着漂亮衣服，我们一起去吃大餐，这样多好啊，好不好？喂喂喂，给点反应啊，喂喂。诶，变拍照了。
你看，哎，是刚才我拍的那套裙子，你怎么换上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你用手机一拍，我就变成这样了。喂，转个身看看，转个身看看啊。喂，真的一模一样，真的完整无缺。哎，这太好了，以后不用再穿那套死人衣服，你看你现在多美。 OK 了，现在只是穿着自己的衣服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你怎么不一直想手机叫醒我呢？不用追了。为什么不追？麦克就快开出来了。是你自己叫我不要坐他车的。今天不同，你知不知道 Michael 喝醉24小时之内都会耳鸣眼花走不稳，这种情况开车很危险的，我不看着他放心吗？又照顾你那个大宝宝。嘿，来了。没事啊，开车开得很好啊，你想的太多了。走，红灯了。Sorry， 其实我有看到，只是看的不是很清楚。还好有你提醒我，怎么样，没人吓到你吧？我的心肝脾肺肾就快要飞喷出来，视线模糊就不要开车了吗？喂，人家顺路送你上班，你还骂他，是不是想趁他病要他命啊？我现在性命难保啊！我应该能开到公司，没问题的。我滴几滴眼药水就行。以前这种情况，我会帮他开车。我有驾照啊，我帮你开车。为什么这么爽？你知不知道？我开车的技术不是我自己夸自己啊！我开箱型车啊，送速递啊，样样都没问题。喂，你知不知道我做过替工的？我快过速龙，闪过闪电侠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开慢一点。你为什么紧急刹车？不是我想刹。我的鞋跟断了。啊！哇！喂，艾妮，那边催交货。但是我为了你，我当然会尽全力了。我现在呼吸到那些都是蒸汽，还有一个小问题，很快很快很快。Angie 呀，你放心啊，就算我10根手指头都长了水泡，一定搞定设计图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人肉速递给你的。我怎么会舍得你等呢？啊？什么？啊 ，Sorry， 安娜，我打麻将打的听得不是很清楚。啊，是。做工程一定会遇到问题，不过你放心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搞得定的。对了，搞定之后我们两个去放松一下好吗？OK， sure。 小问题而已。拜拜，话不说了，不聊了，拜拜。我搞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腰扭伤了。拿椅子过来，拿椅子过来。小心，小心。喂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哇，他真的好重啊！喂，你们三个人帮我把它给搬进去。喂，你能搞得定吗？你搞得定，我去我办公室了啊。谢谢。不用。
Michael， 有什么事等我们进去再说好吗？进去。还有，你们记得帮我整理好这些东西。好。怎么裂成这样？还说名牌，还说很贵，这么烂。不说你粗鲁，再 elegant 的鞋被你的天残脚踩下去，都是这种下场。有这么夸张吗？这种高跟鞋多难穿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哎，有办法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用这种胶水粘住那个鞋底，然后有钉书机围着边钉一圈上去就行了。你不要啊，你会弄坏我的鞋的。不然怎么办？找专业人士修啊，你又不是专业人士。啊，好，找专业人士修，找他们修。你别这么激动，你冷静下来，不然待会儿你又把电耗光，脸又变得像关公，那样就不好了啊。对呀，不如现在还是先用老方法吧。什么老方法？万能牛皮胶带，贴裙子行，贴鞋子也行。哇，你看，现在跟新的一样，你看。没事了，那你看到了。进来。Michael， 你这次真得帮我。什么事啊？我遇到一个问题，想得我头都爆炸了。你尽管说出来听听。OK， 是这样，如果我拍下手掌呢，大概是100分贝。嗯。但是如果同一时间大概有300个人拍手掌呢，一定破表，连玻璃都震裂。嗯。不过你想想，未必同一时间有300个人拍手掌，所以呢，我就在想怎么样找这个中间数呢？哦，这个很容易解决。你首先要想的，就是他们会同时拍的几率，还有就是噪音的延续。那也就是说，噪音是1秒钟完成呢，或者是说会拖着个尾音呢？说的对呀、啊。那凯撒大帝的庞培议事厅呢，就已经考虑到群众集会隔音的这个问题了。你在我书架第二行第三本后皮的那本《在古代经典建筑伪论》里呢，有讲到，你可以继续看看。哦，谢谢你。哎呀，进来。Michael， 什么事？我有件事想不通，所以想来问你。尽管说来听听。那如果我要盖2个大浴池呢，一个冷一个热，这样2个的温度会有极端的差异，那在它们的结构方面的计算方法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呢？基本上应该对现在的钢筋还有水泥呢没什么影响，反而什么？反而是因为冷泡浴还有暖泡浴的温度呢相差了10几20度，那当水的密度一改变呢，重量也会随之改变，所以变成我们要考虑的是那个承重结构。就是比如，如果同一体积的水，就算温差只相差1度也好，只要密度一改变，重量呢也会随之改变。这样很难算啊。也不会啊，就跟罗马浴场的原理一样。安娜·万克敦呢，现在看了那本书里面第3个 chapter 有讲到，你去看看。哦，你在那里啊？你看了没有？哎呀，拍没呀，拍对呀。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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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需不需要帮忙啊？当然需要帮忙啦。回点聪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呀，因为我瘦，所以你没看见我走进来。我有个 IQ 题想考考你。如果同一时间有2000个罐头，但是我只准你用层层叠的方法叠高，怎么样能叠得最多并且最稳当啊？考我，我喜欢。那这个呢，很容易解决。有没有听过埃及那个法洛斯灯塔？世界7大奇观。没错，那它呢是有40层高嘛。那第一层呢是正方形的4角柱，第二层呢是8角柱，那第三层呢就是圆柱，而最高那层呢就是圆锥形的屋顶。那甚至在最上面呢还兴建了一座海神雕像在上面。你说这么多种形状，是不是有什么玄机？Bingo， 你问的问题呢，就是在现在阿武跟万克敦看的那本书里第398页，答案呢就在里面，你去看看。收到。
喂，让我先看。哎呀呀，哎，先给我看是啊，我在看呢。迈克啊，现在，你们三个在搞什么？你们三个在搞什么？哎，哦，没有，他们三个呢，在这里抢着看我那本《古代经典建筑伪论》。我真的觉得很安慰。他们在自己生病的时候，都会去思考一些很有原则性的理论问题，而且问的问题还很有意思。所以我曾经说，就算我们人体呢再怎么软弱也好，人的思想可以去到另一个境界。说得太好了，说得太好了，你眼花腰痛。你思想有没有去到另一个境界？还不冲咖啡？哎呦，要冲咖啡。好了好了，不用钱了。那本书呢？你们拿回去慢慢看吧。哦，好好好。多少？180块吧。180块？我买双新鞋都够了吧？小姐，你6000块买双鞋回来，难道舍不得花这100多块？我这双鞋值6000块吗？哎，先拿去穿着吧，待会儿再回来。哦，哇，这套不错，款式很潮。嗯，喂，搞什么鬼 ？MK 龙，这种搭配很吓人哦。孙淑梅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哎。跟你很配，现在整个龙好央啊！你是不是玩人身攻击？我都穿欧洲名牌，这种 MK look 怎么会配呀？是啊，所有颜色都配得很好啊，很好看啊！你整天穿的那些套装多闷呢。总之我警告你，不要再乱拍衣服给我穿。喂，现在不用花钱，随手拍一张你就有新衣服，多划算啊！不爱这套就进去慢慢选了，来，进去选套更恶心的。你现在马上给我去对面的商场。那这些才能穿在身上，切，跟你平时上班的衣服有什么分别？每件都是黑漆漆，一模一样，不知道买了干嘛。那这种多好啊，小姐，这条是 cocktail dress 去包啊。我无知不如。原来这条裙子要18500块呀、啊！你才知道，怪不得那天我弄皱了你的裙子，你会生气。你知道就好，我每件都是名牌货，你却随随便便都不爱惜。哇，这样一个月8万块也不是很好用，一个月只能买一套而已哟。8万块在你刚才那家店能随便买。来到这里要精挑细选，所以要会挑，要会保养，挑些能穿2季的。那些大花格子尽量不买。那就拿这条来说，穿2年都没人发现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怎么样可以遮住臀部呢？那你可以挑件外套，然后下半身穿暗色，底色不可以太复杂，还有不要系宽腰带哦。小姐，能为您服务吗？哦，我自己看看就行了。哦，我帮你。哦，是啊，这件衣服是新到的，是最新的 Normcore Style， 就是结合了 Normal 还有 Hardcore， 是这一季最 hit 的。我考虑一下。再考虑就没了。你是标准码，很难留到季尾减价，一个月就会卖光的。哦，这么拽呀、啊！喂，让他拿衣服来试。谢谢。拿这个来试穿。哦，你不用躲，你越躲他越看不起你。摆起架子，再试穿这几件，还要试穿这几件。好啊，小姐这边请。试衣服你怕什么？付得起这样的钱，就要有这样的服务享受，哼。
好嘞，换衣服走吧。这样就走了？是啊，你买一套吧，人家服务这么好，你看他的眼神多渴望你买啊。你不买下次不用再进来这家店了。但是你刚才不是说适合就会买吗？那你就买一套吧，别这么恶心好不好？但是最便宜的都要12000啊。你穿得很好看，就这条吧。那像我这样说，小姐我要穿走，帮我开收据。小姐，是，我要穿走，帮我开收据。好啊，谢谢你小姐。 See？ 这辈子都没买过这么贵的。我一个月房租30000，再给秀玉姑家用，现在买了这条裙子，这个月的薪水不就没了？是不是觉得心痛但又有点嗨呀？是有一点点。没事干呢，看这种东西很适合 Michael。 Michael， 哎，我今天开车开得有点狠，让他扭到腰，害得他腰酸背痛，脸色苍白。哎，虽然他并没有怪我，但是或多或少跟我有关。原来你也会内疚啊。我没你想的那么冷血。也好，算你有良心，出钱又出力买条腰带给他，不像你的个性，这么贵的裙子都买了不在乎。小姐，小姐有什么能帮你？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条腰带怎么用？好啊，没问题。那首先呢，你就按这个开关就会看到它震动了。姐，是不是等了很久了？人家很想见到你啊。我也是啊，总是交托之后我们就脱离苦海。是啊，脱离苦海。很想要吧？我为你熬了几个晚上，有没有奖励？有，给我之后就随便你了。你先给我吧。哇， Thank you。不用客气，我应该的。这才乖吗？吃吧。又是横纲节的相扑便当啊，你真的很疼我。最疼你。不吃，不要你像上次那样喂我。你自己有手有脚自己吃吧。你喂比较好吃嘛。喂，你别太猖狂啊。说什么太猖狂，我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啊。啊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还有，其实我很讨厌做便当。那你不喜欢啊？我们以后出去吃饭好吗？不用了，今天是最后一餐。为什么？说了你也不懂。算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安娜，安娜，哎，啊啊！不可能吧？怎么会这样？很像二手饭。哎呀，啊 ，Michael， 哎，喂，你还好吧？来来来，我的腰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哎，妹啊，是你啊？是啊。你换了衣服啊？聪明，不愧是泽氏啊！人家说酒醉还有三分醒，你眼花还有三分力。你刚买的？是啊，好不好看？你。转个身给我看看啊，怎么样？很好。挑剔的人都称赞，真是再贵也值得是吗？阿妹啊，你怎么总是会自己突然之间笑，而且还自言自语啊？不认识的人会以为你是疯子。哎，这你就不懂了。我习惯用我的左脑跟右脑讲话，左脑呢就代表感性，右脑就代表理性。要不是这样，无法处理我复杂的情绪，你懂不懂啊？不是，左脑是代表理性，而右脑是代表感性吗？啊，是吗？我刚才说错了，你是在纠正我。我还很好心的买了个神器送给你。
现在我左脑想要送，右脑却不想送，哎呀，好矛盾啊！神器，你买了什么神器呀？噔噔噔噔啊！按摩腰带，我看你呀、啊、腰扭到了嘛，所以买来给你按摩喽。Thank you， 你放着就好了，待会儿我自己会试着按摩。我买了你却不肯试啊，立刻试啊，你真不给面子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试就行了，真的不用客气啊。行了，我帮你吧，我也想试试。喂，脱掉。不是啊，不是我。快脱掉啊！售货员说啊，不可以穿那么多件衣服的。不是啊，我的腰受伤了，这个力度如果太大的话呢，就会伤到我，要是伤上加伤就不好了嘛。喂，你小心啊，你不要硬来弄伤 Michael 的腰啊。嘿，你不要吵啊。啊，那个开关在哪里呢？啊，在插头旁边。哦，对呀、啊。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觉得好痒。你怕痒啊？喂，人家说怕老婆才会怕痒，就是这条腰带还能测试你怕不怕老婆啊？等等，这里好像很热似的。很热吗？是，好像很热。喂，我看看能不能调，来。是不是没那么热？我再调一下。喂，现在是不是又热了？现在呢？喂，这个按摩器好玩啊！是不是很热啊？我斗我，为何要先怕我？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过？怕恶，各有各，为何偷偷射博？赶赶赶 ，OT 已经天光，困于电脑房，争到口求什么？